休金投注在那个，就是像台塑这些这样产业里面。那我想短时间内要这些退休金，不可能不投资在这些公司其实很难。很难赚。但是有没有可能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的外部成本计算出来之后，并入我们的获利里面？我的意思说，可以让民众警觉到说，其实外部成本是要含在我们的获利里面，那我们就有这个压力去要求，可能你也不是投资在这些产业，就是要求他们就是减少污染排放。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在国际上面已经在做，甚至连中国都在做，因为这些国际上面有一个就是这家就我刚才讲到的出口的这家公司啊，他们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去把我们说退休基金组合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对，不好意思，就是这家公司，他们在做这个 consulting 的工作，他们是有把退休基金投资组合的外部成本把它量化出来，然后他们在每年可以做调整，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亚太分公司，然后有去跟中国外边的部门谈过了，然后他们有来跟台湾谈，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说他跟台湾谈怎么样，他说台湾金管会好像根本搞不太懂这件事，就台湾的主管部门好像根本搞不太懂这件事情到底在干嘛这样子，是很容易理解。对，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概念，就可能压力不够，我也不知道，对啊。所以这部分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多给你一些资料。对，因为这种事情这是做得到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压力去做这件事情。那在网站上要找什么才能找到这个知识？就你刚刚说的吗？不是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我刚才说的整个报告是不是就是说你说金管会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找不到，因为它是他们私底下拜会结果，然后是跟我讲的，所以我在这边才找到的。所以你说他们算是这家公司对自己去计算，对他们有成立，他们有请很多外部请很多专家弄成一个资料库，弄成一个资料库，然后就可以按照说的台。就我的了解，像这样的污染的计算，其实会有相当大程度是很难的，因为一个资讯掌握在这些公司，对，二来是你不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国际公司，你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源去了解它当地污染的情况。对，所以他们就是说，但是像从普马那个例子就知道说，普马他们可以把整个生产链搞清楚，然后像我们现在很多在算。像很多高科电子公司不在算什么碳足迹类似的东西，他们都是要把整个生产链那边的资讯做一些反掌。然后加上的话，有些国家他们有强制性的污染排放的揭露，他们都可以用这些资讯去作为他们估算的基础。但我认为说他们还是有误差，他们自己承认也还是有误差的。那起码有一个 range， 至少有个 range， 有个至少可以有个 flavor， 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我大概程度大概是怎么样。像这家公司的获利来源是什么？为什么就很多？它是顾问公司啊，就是顾问公司，你找他就可以。然后我会再把我，其实我因为我今天演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有写成那个文章啊，所以我会再把它整理成一个 list， 然后再丢给那个瑞翔，所以大家就可以有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就如果讲比较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因为我就有时候会觉得我写的会比讲的来得清楚这样子。你们那个产品里有考虑说把这个需求这样类似的问题啊，作为你们的一些具体的行动方案，就是由这个来引领你们的一些环保的行动啊？因为你刚才讲你在跟其他人交手的时候。他认为这个环保运动者基本上都是，哎，从头不要做就，对啊，对不对？从头不要做就没事了，对不对？那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嘛。对啊。所以如果你能把永续的指标能够获得共识，然后绿色经济发展在实务上头怎么操作，对不对？能够得共识的话，那这个就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不会那么大的阻力，否则他也很容易得到一般大众的理解。那我们也不能不吃
饭，他认为你对不对？不可能叫做。所以我们，所以其实像绿色经营这个议题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我们也是绿盟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像接下来经济会想要去提那个什么绿色经济国家方案的话，我们都会去介入跟参与，都会想办法去参与跟监督了。就是我们大概会做的一个切入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环保团体里面自己都开玩笑讲，就像文武斌啊，文武斌这个我很尊敬的前辈，他说他都不认为自己是环保团体，他认为自己是永续经济人士。他就说我们来倡议的是个永续经济的概念。这样子的时候来讲，这样讲不会被人家这样误导。对，你反正要听你们的，我们什么都好像什么都饭都没得吃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避免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来讲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政策上头啊，跟政府成为一种伙伴关系。嗯，因为什么？说实在，他也会觉得我当下这个我必须要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对不对？你讲得很好，但是我没有给大家还说来找我，因为民间也让他啊，打破他的这个迷思之后的话，啊，那他才变成说跟你变成了是一个这个对吧？可以给我问个问题吗？